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贵，今天继续挑战，这次双周副本，这次的关卡叫做操控人心的堕落者，火属性的。那这个角色一样可以跟之后的地狱级魔王可以合体，对，那个魔王好像这周五就要出现哦，9月5号还是9月4号啊，礼拜五晚上12点就要出现了。好，那目前现在能合体的就只有水跟火，因为后面关卡还没出，后面关卡好像也可以合体啦，后面三种属性应该也是可以合体，没有错。啊，这次关卡呢，我带的是水巴比伦队。啊，这次解的成就是队伍中只有水属性，那队伍中有三个以上的魔族，还有隐藏成就是队伍中只有木属性。好，那这次关卡主要是以火属性跟木属性为主哦。好，那这一次巴比伦应该还是蛮好打的啦。巴比伦队什么都可以打。好，不过希腊队的话，这次没有希腊队号角需要太多了，现在只解放了光属性跟暗属性。对啊，这种各属希腊队应该最近的关卡都打起来都应该蛮好打的哦。好，那这次的关卡呢，中间有很多强化盾的，如果你赶时间的话，可以平常都准备一些强化珠，那我这边可能要先存一下技能，因为我们的那个贝奥武夫技能有点长，没有练，好，可能要先存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强化盾就是最好存技能的家伙啦，这边来快速存一下哦。好，准好之后呢，来到第三关啊，小王的关卡，他是梅杜莎，那他会隐藏轨迹六格。好，这边先记一下一开始的轨迹。好啦，木属性呢，我们会打起来会比较稍微难打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是巴比伦队，没有再怕的。好，就尽量多转个直排吧。好，三个直排，剩下靠天降。好，降到九了，好，看来是可以解决了。好，血量是70万，那攻击是10000多，还好不会太困难。好，接下来哦，左边那个火属性小怪僧侣沃尔特啊，这个好像是练那个戒王犬的技能吗？啊，不对，它是基友的攻守自如的技能，可以练水基友跟火基友的。那一只拿来练技能不错，没有掉，不好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可以不用存技能了，那我们就平常就多准备一些强化珠好了。等，好 ，OK。那我们这次光卡，我们的队伍啊，刚好有三个魔族啊，倒满，然后贝奥夫跟他的水剑灵刚好三只魔族，这样刚还组的还干蛮刚好的，蛮好用的，颇适合的。好，那另外一则这个有木属性的那个传教士布莱恩，这个也是这是新的副本小怪，那他的技能是可以练狂魔的技能，他是狂魔之力，可以练那个水跟木还有光的狂魔，对，他那个就是队伍 1.5 倍啊，攻击 1.5 倍，然后这一回合打越多敌人，他的持续效果就有几回合。对，这个还不错，我的狂魔好像技能 CD 还没有满啊，希望可以达到。好，这边第六关是燃烧轨迹的奇美拉，诶，这一只不晓得是哪里来的怪兽，奇美拉哦，是以前的奇美拉进化啊，是那个星宫十二星宫里面的奇美拉的进化型。好，那就燃烧轨迹就给他顺顺打过去。好，不要怕他燃烧扣800哦，扣800还好，扣800而已还好啦。好，接下来又是简单的小怪关卡。
好啦，顺利来到第八关，啊，刚好两个都强化盾。好，那我们就多转一些吧。强化珠、水浮石，先转五颗，然后再等天降。然后如果天降又降到强化浮石的话，就没问题了。啊，有，刚好有降到，省时间，不用再等一回合。第九关，第九关算是稍微小麻烦，它是七 combo 的追击盾，就是扫几下，扫几 combo 打几下的那种。那我们要合体，然后要使用战场的技能。好，合体之后我们攻击还 1.5 倍。那使用战场技能呢，它就会变火属性，那我们就比较好打，因为它血量蛮多的，血量是200万。那要是木属性的，我们不太好打，而且要大于七 combo。好，那我这边看一下七 combo 应该可以吧？左边光水木，然后火四颗，暗四颗。好，这样子，光好，暗属性哦，可以六 combo 加天降。好，没问题，七 combo 刚刚好。那我们最后要补个龙克。那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要留一些火珠，对，因为下面的敌人王冠是累积火浮石盾，所以我们要留一些火珠下来，至少要留九颗哦。好，这边应该没问题。叭叭叭叭叭，好，我们转了战场就好打许多了，不要五福一个人就打了200万了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冲动啦，堕落之语冲动。好，那这边故事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啊，就是啊，反正什么冲动、什么忧惧什么的，有点像七原罪的感觉。好，那这边记得要消九颗浮石啊，这样应该有啦，应该有九颗。我还怕不够，所以没有把它分开。多消了几颗，那这条血量不多，只有140万，那攻击是9000多。那第二条血量比较麻烦，它是双重燃烧，那它的攻击是14000，我的血量撑不住一下。那这边啊，它血量有380万哦，不过我这边技能全开应该是没问题，有安倍晴明加那个道满的组合，这对 CP 的组合，好倍率应该是没问题。好，那就水木暗火珠不晓得消不消得到。好，不要怕燃烧，燃烧只扣10%。好，然后暗珠，哇，这边没有死，没有连四颗。好，不过安倍晴明的伤害1000万，欸，有到1000万吗？没有看仔细，反正伤害一定超级够了。OK， 顺利过关啦。那他血量380万，所以不会太难打。这次关卡其实也不会太难打，这是新的双周副本，上周的水跟这周的火，应该就算平常的超级的难度啦。对，不会太难，也不会太简单，差不多。好，那这边顺利解了两个成就，就是只有水属性还有魔族，那之后就要用木属性的队伍来挑战，应该还是会用木八吧。木巴比伦来打打看。好，这次就顺利过关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顺利咯，然后记得这个副本卡可以合体哦，之后应该也会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